妹妹别怕，教主来了。小哥哥，你知道你和星星有什么区别吗？嗯，我和星星有啥区别？我和星星区别，那肯定是我没有星星的毛多，星星的毛比我多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我是说天上的那个星星。哦，天上的星星啊，啥区别？嗯，星星在天上，你在我心里。我宁愿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，也不相信你们这些小姐的破嘴。嗯，那老板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嗯，你问我是做啥的是吧？我做的可能你没有听过，小姐。我是做香氛的。嗯，我司是研究那种专门研究那种香味的啊，像我们研发部门专门研发了什么芬芳玫瑰味啊，这个五香麻不是那个叫啥来着，这个石榴味啊，草莓味啊，这种香氛啊。我们研发的产品的理念就是让消费者在如厕的时候有极致的体验。用了之后，用了咱那个香氛呢，走进厕所像是走进了自家后花园一样。厕所？老板，你不是卖香薰的吗？跟厕所有什么关系啊？咱们公司研发的是那种厕所香氛呢。那你们代言人是谁啊？代言人，你这个问到点了，小姐。我最近比较烦，咱们我司的产品代言人最近好像出了点问题，好吧，不能给咱这个产品代言了，我得找一个代言人才行，形象气质好的那一种。哎，老板，不然你可以自己上去代言呀，你看老干妈王志和这样子也都挺火的。哎，自己代言也可以啊，但是我自己代言那厕所香薰，感觉怪怪的呀。那你把你照片发我，我给你谋划一下，怎么样？哎，你知道我的厉害。嗯，行，我给你发一张啊。你看一下我这个形象能不能做那个产品代言人？我给你发了，小姐。甜甜的我。我给你发了。哦哦。咱们那个厕所香薰的话，品牌叫做刚猛先生。嗯。好吧，我 P 好了，老板你看一下怎么样啊？还行，小姐，还行，小姐还可以。你给我发张你的凉快的照片可不可以，小姐？我平时没啥爱好，就喜欢看那种凉快的照片，因为凉快的照片使人心情愉悦。我发你了，你要不要看一眼呢？看啥呀？照片。啥照片啊？嗯，有腿腿的照片。小姐很会啊，小姐。哦，真的吗，小姐？嗯，能多发几张吗？我让我的钢猛团队给你关注一下。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，像是就像要逃跑，我与你。这是你啊？真的假的？我觉得你的身材非常死过一带子，小姐，你这个照片看的确实得劲啊！我愿称你为钢猛小姐，好吧？我叫钢猛先生，你叫钢猛小姐，可以吧？哦，我是圈里人称山东省第一露露哎。你露露玩的很强是不是？那我今天就要看看你的露露到底强不强。小姐，我来了。哎，我也来了。你山东省第一露露怎么死了一次啊？山东省第一露露阴沟里翻船了。我靠，你是山东省第一吹牛逼院，你知道？我这个山东圈里人称的，但是这个圈有多小呢？只有我和我闺蜜。我刀呢？你刀被我藏起来了。你信不信我一鞋拖给你呼你，我41码的鞋呼你60码的脸上，行不行？啊？平时这个有人会追你吗？追我的可多。强主力了，我操！我这一波直接吐了，不讲武德搞偷袭。嗯。讨厌！
不，好吧好吧。他升级了。这也行啊，不是吧？我现在崩了，小姐姐，这一波的话，这也行啊，不好。想不到吧？八层征服者，十层征服者，他死了。就为哎呀，交闪了。我征服者触发，我就并不怕他，往前追。再 W 一下，减速了，看队友怎么说。队友不想上，不想上，我们直接推线，他应该回家了。啊，他不回家，他死。他回家的话，亏兵。啊，他不回家，他死。哎，这塔你妈的，这塔是真恶心啊！这他妈是这个塔，这个是什么塔？这，哎，我老是被塔杀，我好。评论点赞加分享，下棋排位上分爽。